一声巨响，古雷暴刀火光冲天，这边全都是油罐，这边还有爆炸呢，毒气、爆炸、狂风、烈焰，危险一触即发。敬请收看本期《平安三六五》古雷之战。4月6日18:55，福建漳州古雷半岛的腾龙方舱有限公司发生爆炸。在大部分的媒体报道中，它又被称为漳州古雷 PX 项目。PX 又称对二甲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化工原料，被广泛的应用于涤纶纤维、聚酯塑料、涂料等的生产当中。这个投资130多亿元、年产80万吨对二甲苯的公司，厂区内共有76个储罐，罐罐相连，存储和输送的物质多为对二甲苯、石油等化工产品。这些物质一旦泄漏燃烧，不仅会在空气中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更可能对周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工人们惊恐地发现，眼前正在上演一部真实的灾难片。赶快下水，踩踩海壁，不要管东西，保人。就在所有人都在匆忙撤离现场的时候，古雷大队的消防队员义无反顾地冲进火场，进行最初的火情侦查。这四个罐子都有油，现在如果没有泡沫的话，就把这两个罐子一定要保护好。发生爆炸的是2号中间罐区，炸落的铁皮洒落一地，气体泄漏发出的啸叫声震耳欲聋，空气中满是浓烈的刺鼻气味。附近的一个 PX 联合反应装置和3个油罐已经被熊熊火焰吞没。同一罐区的609罐在火焰的包围下也岌岌可危。除此之外，西侧罐区和南侧罐区还有4个总量上万立方的油罐，北部罐区则装满了毒性强烈的苯类化合物。在烈火的热辐射烘烤下，整个石化厂区相当于变成了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毒气炸弹。我们把车头啊，这个车顶地方，万一有什么危险，控制不住。那古雷半岛的所有这10年来的建设成果，就要付诸东流。面对这起事故，福建省乃至全国都没有扑救经验。PX 项目的生产环节所产出的物质极为复杂，爆炸和燃烧过程中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反应可能产生的危险，连化工专家都难以预料。它每隔20-30分钟就爆炸一次，你进去你会不会爆炸，谁也没把握。就凭当时手段力量到场，你不想把它灭掉，那力量太大。古雷消防大队现在立即要做也唯一能做的，就是给罐体降温。我们就想着控制它，尽量让它稳定啊，不要危及到旁边的油罐，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万一如果形成大面积的连环的燃烧或者爆炸的话，我们自己的战友也在里面，我怎么办？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已经紧急撤离，偌大的厂区内只剩着40余名战士，与这些15米高随时可能爆炸的庞然大物近距离作战。火光的刺眼的强度，感觉到那个火焰燃烧的那种发出的声响，还是真的是人生第一次，怕，真的是怕。爆炸发生3小时后，漳州市几乎全部的消防力量都赶到了爆炸现场，协助我们现有的消防炮对这个罐子这个导火面进行全面的冷却。沿着路负责防护车辆。增援力量的到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古雷大队的压力，但危机四伏的现场状况频发。紧挨着爆炸起火罐区的102号罐罐顶突然起火，罐内存有20000吨的长渣油，高温的炙烤早已把这个大罐烤得通红，明火的出现更是让它处于随时爆炸的危险中。
必须尽快将102号罐的火势压制住，可起火部位在罐顶，高喷车和水枪多次尝试都无法有效地打击灭火。然后当时的一个念头就是因为人手也不够，我就想把那个灭火器带到这个罐顶上面去试一下。灯罐灭火能有效地控制初期火势，但如此近距离的靠近随时有可能爆炸的油罐，谁也没有把握。这么大的这种火场，这么大的罐体量，2万立，确实也没有，心里面没什么太大的。虽然漳州支队副支队长张刚是一名入伍15年的老兵，但如此危险的救援现场他也是第一次遇见，但多年火场积累的经验告诉他，必须亲自登罐勘察火情。油封的那个橡胶都变形了，下面已经有连续的明火。油罐顶的橡胶密封圈一旦被烧毁，罐内的油蒸气接触到明火便会迅速爆炸，灯罐灭火势在必行。给他点一下，指挥员决定让经验丰富的古雷大队教导员张哲带2支水枪灯罐扑灭初期火势。冒着7级大风，张哲和他的战友们身着笨重的隔热服，拖着沉重的水袋，一步一步向着5层楼高的罐顶走去。上去的人穿隔热服，穿隔热服很难拿水袋，就是那个操作链是很困难的，因为风力太大。我们内心说不怕是骗人的，但是当时命令一响，一路浑身充满劲就冲，就是这样。为了防止事故可能造成的危害，爆炸厂区附近的29,096名居民被紧急疏散，但来自全国的增援力量却在向着最危险的地方挺进。4月7日9点，爆炸发生14小时后，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调集的8个消防支队、280辆消防车、1417名消防员全部集结到位。公安部消防局紧急调派广东省消防总队增援部队也赶到现场随时待命。指挥部决定将处在火场上风方向的607、608罐作为第一批反攻的对象。爆炸了，路全部是坏掉了，所有车靠不近。我们当初用梯子加到泥堰上，然后人骑跨在桥上，两个人抱着一本水炮对着那罐头这样。水炮压力极大，需要两个人合力才能将它控制住，但是这也意味着与火魔近距离接触，危险和疼痛始终伴随着这些年轻人。因为烫的眼睛也睁不开，一股气流就是逼着你往外走，就不能靠近那个装置。战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多门水炮的合力围攻下，火势终于减弱。爆炸发生16小时后，起火的607、608罐体明火终于被扑灭。所有的战斗主力都集中到了仍在燃烧的最后一个罐610罐上。但610罐的扑救难度却出人意料，由于处在水炮的上风方向，喷射的泡沫极易被风吹散，一直不能完全有效覆盖，火势难以被压制。3名支队支队长叶志勇在仔细观察了610罐体周围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现在这个方向是上方方向，效率最高。跟我们这个总队长请示，这个要不要部署力量深入到罐器的，就是围堰的正中间4个罐的正中心的位置，架设2门水炮。围堰又称防火堤，是修建在油罐和其他液态危险品储罐外部的矮墙，一旦发生泄漏事故，可防止液体外流和火势蔓延扩散。进入围堰内部，到起火的罐体中间架设水炮，在战略上等于攻入核心，但在执行时则无异于深入虎穴。一旦架设成功，将形成作战火力巨大的碉堡，消除灭火死角。但另一方面，
一旦进入围堰内部，消防员将失去最后的屏障，直面随时可能爆炸的油罐。那种蘑菇翻腾啊，有点像蘑菇，是很可怕的。你完全不冒险，不可能，你救不到人，你也灭不了火。一条一条拉，一条一条拉。通往灌区中央的管道长时间被泡沫冲刷，显得湿滑无比。要想将上百斤重的消防水炮布设进去，绝非易事。不能抬，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抬了你人会摔下去，又站不住脚，你只能推的推的，三个人一起推。慢慢来，慢慢来，跟我说的。尽管叶志勇嘴上让兄弟们动作慢些，注意安全，其实他的心里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油罐爆炸没有任何先兆，一旦发生危险，他的兄弟们将瞬间葬身火海。好好，二十分钟后，三名支队就将两枚移动水炮架设到了围堰的正中央，最大限度地消灭了六幺零的灭火死角。4月7日14:40，随着六幺零罐火势的扑灭，灭火战斗初步告捷。此时，战士们已经连续作战了18个小时。大火被扑灭后，指挥部要求战士们轮流休息，但是罐体的温度仍然很高。对油罐的降温工作一刻也不能停止，战士们不敢放松休息，对火情的关注让他们没有一个人远离战场，但身心的疲惫让他们在火场任意一个角落就能够进入梦乡。首战告捷，险情却突然而至，面对危机，他们能否逆转战局？请继续收看平安365古雷之战。古雷地处半岛，傍晚经常刮风下雨，这天也不例外。4月7日的傍晚，爆炸现场下起了大雨，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非但没有起到辅助油罐降温的作用，反而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危机。爆炸发生38小时后，被扑灭的608罐再度复燃。因为罐壁长时间燃烧，温度都非常高，下雨就把这个泡沫液击碎了，碎完了以后就等于油的液面直接跟罐壁接触了，马上就复燃了。这次的复燃来势凶猛，被扑灭的三个罐体再度起火，而更大的危机还不止这些。发生了可控制的流淌火，要赶快救火，快过来！流淌火是相当致命的。它是油流到哪里，烧到哪里，烧到哪里，又引起你所烧到这地方的装置跟罐具重新把它点燃，那是控制不住。然而，就当所有人都在匆忙撤离时，却有一个人奋不顾身地冲向了火场。然后我心就想撤离嘛，就想着赶紧把这个抢救车跟我一起人车一起撤离。洪洛是厦门支队的一名驾驶员，撤离时他驾驶的墙壁破拆车还在距离围堰不足1米的地方继续工作，翻滚出的流淌火瞬间就引燃了车的尾部。这辆墙壁车就像是洪洛的一把宝刀，他们一起出生入死，并肩作战。在这次增援古雷的路上，洪洛还想等他和他的兄弟到场一定能够扭转战局。他将墙壁车停在了距离起火罐最近的位置，但流淌火的出现让他始料未及。身上穿的这种战斗服是已经是湿了一夜加一天的，感觉非常非常热，就感可能看得到，看是真看得到，身上在冒烟起来。热浪逼得洪洛不得不后退，当他惊魂未定地撤离火场时，墙壁破拆消防车被大火彻底吞噬。由于撤离及时，参战的所有消防员无人受伤，但被吞噬的消防车残骸似乎向每一个人诉说着复燃瞬间的恐怖。面对熊熊燃烧的大罐，现场指挥部也转变了思路，
与其费力扑救，让不可控的能量积聚在油罐内形成爆炸一患，不如维持稳定燃烧，让能量释放殆尽。特意把衣服给弄湿了，太热了，降温炮把拉链给拉开了，就是来烤一会儿，烤一下干了，还又继续到前面去。2015年4月9日2:57，爆炸发生54小时后，现场明火再度被扑灭。一个是固定，啊，当然还有这些，还有那也是固体，但是我们是对，啊，通过进一步的啊锻炼提高以后，啊，通过这次战斗的洗礼以后，今后的战斗力会更强。爆炸发生5天后，现场仍是一片狼藉，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刺鼻气味，消防队员仍在现场留守监护。2015年4月22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回应此次爆炸调查情况时指出，这起事故已经定性为责任事故，暴露出安全管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对这起事故要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2015年4月1日，福建省福清市洪路消防中队接到报警，在东张镇一处墓地发生山林火灾，中队迅速出动一辆消防车，8名消防队员赶赴现场。为了防止过火面积继续扩大，消防队员一边迅速架设水枪阵地，在上风方向堵截火势，一边协调公安民警组织人员设置防火隔离带。30分钟后，大火被基本扑灭。据了解，墓地起火的原因是由于未燃烧完的纸屑灰烬飘落在山腰的树枝上，将其点燃而引起的。平安365提醒大家，为了您和他人安全，扫墓时要安全用火，祭祀结束后要及时扑灭没有完全熄灭的火种，避免引发火灾。